哎，陈宇，文阳姨，我已经跟江磊到盛江港口了，但是我好像跟丢了。我需要你去杨新泉那一趟。啊？我去那儿干嘛？我猜，他们应该会有什么消息沟通，也许会有什么线索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你注意安全啊，保持联系。有消息我通知你吧。 杨硕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玲玲让我来了。玲玲不在家呀？啊？玲玲不在家？那她让我现在来。这个点让你回来？啊。她应该在迷香啊。她在迷香？哦。 叔，你甭管我，我还没想好拿什么，你忙你的。啊，好。杨硕，我好久没来了，反正队里最近也没什么事儿，晚上我就留这儿蹭您顿饭。 想您那汤了，怎么不方便吗？方便，这有什么不方便？我给你们林德赞打个电话，喊他晚上一块来喝。林局去省城了呀，我们刘队跟着上调一块学习去了，他没跟您说呀？